但是有钱拿，肯定拿，爽爽啊，哪次不拿？嘿，哎呀，好打，没问题。马上又升向米老鼠。有人收集完但过不了冠军之路，我就是一直听说这个很难，所以我才会说就是收集这个事情能够努力，但是冠军之路能不能破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见谅，这我就没办法打包票了，有多少本领说多少话。再来，哦， BOSS 关卡的第三颗星星没有拿到，居然这里当初 What's happen 呢？那我们来看看它的第三颗星星。我们旁边，另一个视窗就拥有的攻略啊，我好像有一点印象，那时候好像是要变炮，对，那时候没有变炮。洗板，在本门本喽，那互相尊重包容。这关最，我这个不要打，还记得吧？背后打一个，这打了他们就很生气，然后发现你就会冲过来。所以平常不打有四种方式啊。我原本没想吃的，我也蛮喜欢猫猫的说。这关关键就是，哎呦，又直接把你们 KO， 哎呦，那也还不错。我们等一下变炮，一定要努力的活着，然后努力的活着。虽然这我们吃过了，但是再吃一次也没问题。他让我的猫咪没了，早知道不吃了，以后那种道具我不要了。因为一个人玩，他的存的那个道具也只会存一个。那我们大部分啊，比较多的关卡会需要用到的是猫咪，所以存猫咪其实比较重要。我有小心了，像这里都要小心一点。拿过了星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，好远哦，还没到哎。换个分，结果，哇！不要，让我活一下，让我活一下。哎呦呦，这次我们成功了。第三颗星星，还可以用炮来打 boss 我之前都没有。炮，他不怕我的炮，一定是没有蓄满的元气弹。有了，还是因为他刚在转的时候就不怕。他不怕，完了，他冲得太快了。不好意思，下去吧，不让你转了。哎呦，很会隐形哦，还是可以。哎呦，微看出一点。拜，早知道不要屁股了。其实不用屁股就可以了，轻轻踩就好了。我的花花没了，没事，过关。期待我的奥德赛影片，感谢超级留言。奥德赛影片，我不到奥德赛里面，奥德赛也会持续努力的，好不好？这个小小朋友们都喜欢的系列，所以就会努力的多玩玩。我有点呛，这边不要跑。马里奥，一万分，可以啦。当初说星星什么的留给直播的你，现在直播的你是不是有点后悔？
其实不会啦，因为不然的话，当初的我就要很努力的过啦，对不对？直播的我还有你们可以一起相陪，所以 OK 的 ，OK 的，来这样子，哎呦，我们的第二章扣除那个秒数没有的第一关以外，全都过了。那一个关卡，就像小小客说的，有些人说必过，有些人说不。有些人说那样子帅，有些人说那样不帅，我们最后就会知道了，好吧？那哎呦，又按错了，这样子。第三章三之三，哎呦，是没有一万分过关。其实我们这边搭这个也可以。你怎么那么小雷包啊？有人一直在问说有没有要拼？冠军之路啊，你要拼冠军之路之前就要有我现在的步骤啊，你就知道冠军之路是多么的困难了。现在要拼没有办法啊，我现在进不去啊，进去之前的门票要先拿到。来，那这一关我们就不用担忧一切了，我们就只要差点碰到，我们就只要过关就好了。然后另外啊，因为这已经当初过的时候跟现在应该隔了蛮久了，所以很多关卡其实我也都忘得差不多，所以你看我很雷，请见谅。不要想说，哎、欸，这里巧克力之前不是过了吗？啊，之前是不是不是你？啊，对，之前是另一个巧克力，隔了一个礼拜就是另一个巧克力了，好不好？记忆能够维持一个礼拜也不错了吧？看着他。害羞幽灵，要过来，去去去！哎，要过来了！哎，你们好，大家笑得乐开怀，有开心就好。哎呦呦，完美的过关！让我过关，别追我！你害羞，我不害羞。这是前面的关卡，所以应该不难。哎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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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，应该不难的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们这边要先吃，不然要死了要死了要死了。等下这是不是假的？哎，哦，好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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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想说，我刚刚那个操作也没办法一万。哇，这个哟啊，因为是花花形态啊，会吐火的形态就没有那个二段跳，完了，一万分会比较难拿，好紧张，都是骗人的，真的。有了一万过，拜托拍卡比之心。这个都是慢慢来，好不好？一个系列的结束，才有另一个系列的开始。所以系列还在持续，就希望大家多支持。系列没有支持的话 ，Switch 都是同样的，好不好？所以你要支持马里奥之后，才有可能有卡比。哎，再来是哎，不是三之七，哎。三只六跑去哪了？在这里哦，你怎么躲在这里？我们的三只六，第三颗星星没有，第三颗星星，让我们来看看。竞速冲刺，等一下，我先来看看哈，三只六。第三颗星星，哦，是在这关要猫哎、欸，我们有猫吗？说不定过程可以吃到猫。哎，稳住，稳住，稳一个，没有猫。对，第三颗要有猫，但这关有没有猫、啊？树上有猫，好，所以我们要去。树上找猫咪，一干净动，谢谢大家。
啊，是是这个树吗？你看，一切都有了合理的解释，为什么我要死掉，对不对？为了拿这个猫咪，好不好？这关第三颗星星需要猫咪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现在可以认真来，认真来了。哎，点点点，这里完全大气不能喘。哎，他冲太快了，只能在喘气的时候来看你们。你们说为什么不一开始先拿？因为一开始我还没有听到你们讲啊，对不对？有一百种理由，嗯，绝对不是我的问题，绝对是我的问题啊，白痴！哎呦，哦，没有没有，这个，哎呦，好小好小，对，我的屁股不怕，屁股很大，不是我明往上拉，但他拉不回来。啊，这里还会有猫吗？啊，该不会都那么小气吧？哎，还是很小气耶。所以你真的是从一开始要拿到猫，然后你就要一直都稳住，不能失误，仪器合成。哎，那你是拿其他道具，我们就不管，我们重点就是。哎，这太过分了！我想想，哎呦！这只不过是个马里奥游戏，把我搞得心脏病都要发作了。下面有个花，旁边有 3D 操作。是吗？我是吗？我可以 NG， 哎，真的可以耶，好爽哦！哎，谢谢。哦，感觉都要流汗了，各种惨叫。哎，不是啊，刚刚那里我说真的是有一点点，多一点点，再多一点点的小阴险。那边我直直往下，因为那时候我不是溜滑的，我就会中招了，飞过头。有来了来了。Switch 除了马里奥还会玩什么系列吗？目前就是先以这个啊，就拍的话，对啊，之前有拍那个单架拍档嘛，啊，一开始其实我觉得真的趣味十足。哎呦哎呦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站中间，哈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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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超久，但单架排档后来观看真的实在是太低迷了，所以就没有再续排，比较 QQ 一点，嗯，好啊，这个也过了，接下来呢是三之七。要一万分过关，也必须要获得到印章。我们两个都缺三之七，其实就是刚的下一关，所以那时候还蛮 QQ 的。印章，等一下我来查看看印章在哪。哦，它印章其实有一点像。我们的狂怒世界那时候阴险，影片的观看标准是多少？就基本上你一周有五万观看的话，其实就是在我这边算的还不错，对，就基本上会努力多玩的。那你能够破十万，哇，即便是一个月内，对，能够破十万其实都 OK。那如果你是那种半年、一年后才忽然间破的，那因为那个就已经也终止系列很久了，就不太一定会续拍了。但也是说不太一定，就是有机会还是有可能。麦块系列也是啊，像有一些也是，哎，以前观看还好，后来隔个一两年，不晓得为什么他观看忽然间很高。
就把它再。